我欠了你很多，所以啊，这辈子老天派我来慢慢还。你也是有人关心，有人惦记的。我想做你这辈子的护身符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俩就不能再有隐瞒。你不可以让我再找不到你了。林武是三番的一直护着那个女的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找到那个丫头，把花拿回来。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 我劝你别当真当回事。为什么听你的？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我跟你说的是画展的事。你明天去解释梦魇，以后我的事情请你不要插手。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吗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自己最心爱的那个人陷入到危险的漩涡当中去。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林星星。